哎，兄弟们，你看，王八，我们的第二海洋生物王八终于好了。哎，不对，我说的是下边这个，上边这个不是。好的，好的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把这个海龟带回家。好的，海龟回来之后呢，我们先不急，给它来一个命名牌。这个船的话是上不了岸的，我们只能用这个斧子把船敲掉，然后用海草勾引它。我们先把船打掉，我们是锋利无的斧子啊，稍微小心一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不要打到龟哦，敏感词啊，兄弟们，小心点，不要打到乌龟的头啊。哎呦，好难呀、啊，兄弟们，这打不到。我这个锋利无的斧子，如果打到它的话，它就没了。哎，这边可以啊，我们拿出海草，来和我走，小乌龟，走走走，和我回家。好的，兄弟们，他来了。只要上岸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用船把他困住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船开到这个铁轨上边，用矿车把他带回去。好的，我把船停到这个轨道的上方，就可以下船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要修补一下这轨道啊。之前做这个自动农场的话，这个轨道已经被我们拆卸掉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来吧，放下矿车，顶一下，走。好的，我们跟上乌龟啊，去到他的小房间里边。哎哎哎，怎么跑这边了？哎，还在动，等会儿等会儿，敲掉敲掉。来，好的，把乌龟带回来，我们的第二个海洋生物已经收集好了。怎么样，兄弟们，这个效果还不错吧？那我们现在的海洋生物收集到了一个海龟，还有后边的鱿鱼，现在一共是两个。我们下一步呢，将要收集这个海豚。海豚是特别可爱的一个生物啊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哎呦，等等，兄弟们，这大光头，村民繁殖机已经爆满。哇，这两个图书管理员升得特别特别快，高产母猪呀，把这边的村民解决一下啊，留太多也没有用。抓海豚要做的准备工作有特别多啊，兄弟们，首先呢，我们需要给他的房间里边灌些水，在这边做一股线水啊，兄弟们，这个海豚房间里边的水不能灌满啊，不能把房间淹掉，因为这个海豚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洋生物，它好像是没有鳃的，不能在水里边呼吸啊，只不过它能憋气很长时间，如果把水灌满的话，它就会被淹死，所以我们的水位控制到第二格就可以了。海豚这个生物还是比较神奇的啊，它不能在海水里边待的时间太长，也不能上岸的时间太长。好的，兄弟们，这样就好了，两格高的水面，它既可以在海里边游泳，也可以在上岸呼吸。我们还可以带些鱼啊，用来驯服海豚，然后再来一个命名牌，我们就可以出发收集海豚了。我们家附近应该是有海豚的啊，因为我们家附近就是一片海洋啊，在岸上边走啊，离得太远的话可能看不清，这边是一些鱼啊，去前面看一下。哎，海豚我看到了，兄弟们，就在前方，你们看到没有？稍微往前走一丢丢啊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，海豚，我们准备好鱼竿啊，驯服海豚去喽！来来来，海豚，让我看到你的双手。哎，海豚，来来来，给你吃鱼竿，来来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别给我加速呀！哦，好快好快，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。哎，好，喂了一下啊，兄弟们，我看过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啊，我们用这个鱼竿是可以驯服这个海豚的，好像是 1.19 以上才可以啊，我们现在就是 1.19。只要一直喂它鱼竿，它就会被驯服。别跑别跑，海豚，你的鱼竿，来来来。对呀，兄弟们，之后我们要在大海里边收集生物，养一个海豚还是特别不错的，因为它能给我们一个游泳加速的效果。所以我决定了，抓两只海豚，一只呢放在生物展览馆里边，一只呢我们养啊。别跑呀，海豚，来来来，快快快，都给它，快点快点快点。哎，吃完了，哎，吃完了，它都没有被我驯服，不会吧？那我们的鱼竿还是有点少啊，再打一些鱼，大海里边的鱼还是有很多的，小心点小心点，不要误伤海豚。哎，兄弟们，这个抢夺三好像对鱼没有效果啊，我们打了三条鱼，现在只有三条，没有翻倍啊，那应该是没有效果的，我们再打一些。好的，兄弟们，又搞了八条鱼啊，我就不信八条鱼还驯服不了海豚。不会吧，还剩两条。哎，这为什么呀，还没有驯服。哎呦，不行，我们还需要多收集一些鱼啊，应该是鱼还是不够，一次性准备的多一点就可以驯服了。打了整整一天的鱼，我们收集到了接近一组的鱼竿，我就不信驯服不了海豚。哎，不对呀，兄弟们，怎么回事，难道海豚不能驯服吗？接近一组的鱼还没有驯服，那没有办法了，我们用拴绳看一下能不能把它拴起来啊。别跑别跑，来，哎，拴绳可以拴它啊。不行，兄弟们，我需要查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海豚能不能驯服。我查了一下，兄弟们，海豚好像是不能驯服的，之前我看到的那个应该是一个模组啊。哎呦，把我坑惨了呀。那不能驯服的话，我们就哎游泳带它回家，只要能把它带回家，无论多么麻烦我都可以接受，而且这片海洋就在我们家附近啊，并不是特别麻烦。那下边的过程给大家加速一下。
来了来了，兄弟们，哎呦，不要跳了，不要跳了，我们还是用老办法啊，我们把它拖上岸，然后呢，在它缺氧的时候倒桶水就可以了。哎呦，这跳得好高呀！走吧走吧，和我走。我们先把这个水桶放下来啊，以免不测。来来来，和我走，来倒桶水，让你休息一下。哎哎，你进去啊，道士。哎，哥，还是在他脚底下放吧。哎，这样也可以啊，兄弟们。那好，我们走。好的，兄弟们，回来了。收集海豚也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麻烦啊，还是比较简单的。来吧，把它带上来，这边倒桶水。来吧，上来。来了来了，他上来了。好的，兄弟们，海豚已经收集完毕，这个东西特别好啊。来吧，给它命名，从此之后你就是我的生物了。哎，兄弟们，看到没有？他在玩这个原石啊，把原石顶在了鼻子上边。哎，海豚是真的有趣啊！你看，哎，好东西，好东西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给这个房间装修一下啊。我们现在没有太多材料啊，我想了一下，海豚装修的话，我们需要去深海水域里边找一些珊瑚，找一些这个蜡烛什么的。哎，要装修的好一点。现在没有材料啊，我们就先给它换下地板吧，把这个地板换成沙子，然后呢我们去深海水域里边找一些比较好的装饰品啊，给它装修一下。我们换完地板就出发。小海豚你好呀，祝您在这里玩得开心。好的，兄弟们，我们走吧，出发寻找深海海洋。